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题哦。这里麻烦你去化简这个式子。首先你观察一下，题目说 AK 接根号2分之1到1之间，本身 AK 什么数？正数啊，好不好？它只接1到根号2分之1，所以说 AK 本身是正数。像这些题目啊，碰到很多根号的，而且根号里面有 AK 时，都要小心 AK 是本身正负号。所以好加在这里 AK 是本身什么数？正数。麻烦你化简行不行？其实你观察一下这两个像不像？像，只是这中间什么号？加号。这中间什么号？减号。所以说老师先化简这个好不好？化简完毕之后呢，我们再处理它好不好 ？OK。所以说你看一下这里怎么做？这里从外面看过去是一加上二 x 乘上根号一减 x 平方，行不行？这里像不像开双根号？像。开双根号前面掉几倍？两倍，有没有两倍？有，所以说这时候一加上这两倍不动，好不好？这 x 本身 x 是个正数，没问题，所以 x 丢进根号里面行不行？所以说这个 x 可以写根号 x 平方，行不行？乘上根号一减 x 平方，所以说把它乘起来是几？根号一加几？两倍多少？把它乘起来变根号。x 平方乘上一减 x 平方，写到这边的时候，老师讲过，麻烦你把这拆成两个相乘，拆成这两相乘的时候，这两个相加要是几？一，这时候就可以开了，对不对？而这时候刚刚好，它可以直接拆成多少 ？x 平方乘上多少？一减 x 平方，你看这两个相加是告诉一二，所以说这一题来讲，老师可以把它拆成多少？x 平方和一减 x 平方，拆开是怎么开？老师在强调大摆前，小摆后，中间加号叫什么号？加号。那问题来了，这两个谁大谁小？这里重点在这边 ，x 平方和一减跟 x 平方谁大谁小？你观察一下 ，x 本身几到几之间？我把它拉过来 ，x 本身借一到几之间，根号二分之一之间。所以说当你把 x 平方下去之后，变成1到几？二分之一，对不对？所以告诉我一减 x 平方和 x 平方谁大？你看一下哦， x 呢是借1到 0.5， 所以说你去幻想一下，这个老师也不要证明了，我们只用直观法好不好？因为每个事实都去证明，证明不完。 x 平方是借1到 0.5， 可见 x 平方大概是几？ 0.6 0.7，所以说老师问你 x 平方大概是 0.6 0.7， 那一减掉 x 平方呢？这时候一减掉 x 平方呢？所以说只剩下 0.3 0.4， 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说谁大？ x 平方是比较大，这样了解老师意思吧？可不，因为 x 本身借1到根号2分之1嘛，平方下去变起1到几？2分之1，也就是 x 平方大概是 0.5 0.6 0.7 0.8 0.9，那一减掉 x 平方下去之后，一减掉 0.5 0.6 0.7 0.8 0.9， 所以说一减掉现在只剩 0.5 0.4 0.3 0.2 0.1 嘛，所以本身谁会比较大？ x 平方会比较大嘛，相信当然也有可能等于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所以说基本上是 x 平方是比较大，所以说麻烦你把这两个写一下好不好？把这两个一样大摆前，好不好？小的摆后，行不行？老师写下一点好不好？好，留点空间哦，大摆前，把它拆成 x 平方 x 平方减一行不一，把它拆成 x 平方一减 x 平方，把这两个大摆前小摆后，一减 x 平方摆后，中间加改成什么号？加号，这样行不行？写到这边是第一步结束了，第二步来听，所求是什么？把这两相加行不行？你看一下这前面这个化简的，化简成这样子行不行？老师直接小吧，因为 x 本身借根号2分之1到 1， 本身 x 本身是个正数，所以平方根号拿掉，它可以直接写成 x 加上根号一减 x 平方加上，哎，题目是要再求这个，这个需要再算的吗？不需要，我只要把这加号变什么号？减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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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说这一写 x 减掉根号一减 x 平方是出来了。所以说这一加一减消掉 ，x 加 x 减 x， 2 x 是答案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好，把这里看一下 ，OK。